你是要干嘛的？你好，我的乌龟我养了两年的，帮我刷刷壳。马上提。多少钱啊？80。80。哎，这指甲怎么没这么那么干净啊？80太贵了。你看一下吧。他把我的壳给刷掉一个，五十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好。好。那等一下，你们的钱就要扣掉一半喽。为什么就要扣掉一半？因为你们做的不仔细，好不好？求求你了吗？这不是第一次吗？我不是告诉你吗？第一次。那我就原谅你们吧，80就80吧，不少。谢谢叔叔。没关系。亮叔叔，试过就是试。哎，我完成任务了。这么棒！妈妈，千万不能说这个事儿。不能发生。对，千万不能说。别掩饰。对，要保密。善良啊，我们玩倒立好不好？不会，没事，你靠墙，我空了，比赛一次怎么样？准备好啊，再开始。我们得走了，爸爸。嗨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，哥们？我觉得。你觉得呢？啊，很棒。很棒，应该，对吧？刚才咱们说好，很棒，应该做点事儿吧？应该鼓掌。太棒了！哎，我们看看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是黄色的，幸好没找错。这样子，他已经犯错了，这种不算。不算。没试过就是试。哎，你们说什么呀？我们说的任务就是让穿黄色的袜子的人给我们鼓掌。真善良啊。找穿黄色袜子的人，让他为你鼓掌。不算。我们再找找，还有没有？快！嗨，你们好。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任务，嗯，要完成一个任务，嗯，我们现在假装在看一个颁奖典礼。对，就是有很多获奖的，你从那儿走过来，然后爸爸配词儿啊。好，获得2016年十米跳台冠军的是田晨宇。不是，我们一般获得冠军了以后呢，大家会欢呼，然后会欢呼和好，来再来一次啊！获得2016年男子十米跳台冠军的是小亮仔！当当当当，你要招手啊，宝贝，要招手。好了，那我们完成任务了。谢谢小哥哥，来，谢谢。看一下，可以合一张影吗？可以，来。来。哎，我们还没上呢。等一下，我上厕所，小心别摔倒。等我会儿，慢点，连仔，慢点，这不平。老爸，我们去哪里呀？
有没人想我？啊？这山楂干净吗？这山楂好酸，酸不要紧，干净就好。慢一点。山楂好酸，哇！表情。打鸣，咕咕咕。好，咕咕咕咕咕哒，咕咕咕咕咕咕咕。你那是五级。预备。下蛋！有没有掉下来？没有。有没有掉下来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有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你们不要都在那占我便宜啊！躲开一点啊！躺好，哎，疼，哎，要把脖子盖好了，脖子放进去啊，把手进去，放进去啊，我们准备要睡觉了啊。你数还是爸爸数？